前段期间在马来西亚那边，跟马来西亚住在槟城的倡导环保酵素救环保酵素救地球的那位文医师啊，跟他有见面。我觉得温医师蛮不错的，如果有姻缘，也可以邀请他来来澳大利亚这边，一方面倡导这个环保酵素啊，怎么样透过环保酵素来净化净化我们的生态环境，包括净化人心，他们都有一套很好的经验啊。那这位温医师前一段期间我们也有邀请他去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来上课，不过排的时间比较少，只有排1个小时，我觉得太少啊。那他来上完课之后，那一天他还邀请我们到他家去做客，因为他是马来西亚的槟城的人啊，到他家去做客。他说他妈妈前几天就已经跟他妈妈跟他阿姨然后他们都已经在准备，要请客啊，很热心，很热情。那温医师，我们跟他交谈之后，他有提到一个感想，他说他以前接触《道德经》也不多，但是有接触过以前虽然有接触过，但没有真正读懂它。那是谁教他们？最初是谁教他们《道德经》呢？他就讲说，最初是一位德国的老师，德国人用英文、用英语教他们《道德经》。他最初接触的是这样，但因为那时候学，还是没有真正能够读懂《道德经》的，只是还是一知半解。只是他很感慨的，就是他那时候就讲，身为华人血统，但是却没有好好研习《道德经》，让德国人用英语来跟他们讲《道德经》，他觉得说这是很可耻的现象，所以他觉得说应该要好好的倡导，让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学这个《道德经》。当他接触到我们这本《道德经》妙解之后，接触到这个妙解之后，他一读他就觉得哇，就容易读懂了。他说以前他不懂的地方，现在一读一练就很容易就可以了解了。所以他觉得要好好的把这些课程逐渐把它推广出去，所以后来他到麻坡那边去讲座、去演讲，一样啊，跟一些小学老师啊、校长啊，然后就是跟他们，当然他是讲有关于教育方面一样都是把《道德经》妙解跟他们推荐，而且跟他们讲，真的，身为华人血统，没有读《道德经》，这是我们自己的损失所以就跟他们提到。大家要好好的对这本多珍惜。你看呢？所以他最初的感慨是，竟然是德国人来跟他们讲《道德经》。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好好珍惜，不要再轻视这本书，这个《道德经》。它会让整个世界都受益，包括你个人，你要修行也好了，而且你要修行，包括你要找到大安心、大自在，任何宗教的都一样。你只要放下那些心中的成见，愿意客观的来了解，不管你原来信仰是什么宗教。你都可以从《道德经》里面去找到、去印证你原来宗教里面最深、最不容易突破的那一部分。像我们这个《道德经》的课程一样，我们包括在中国啦，或是在马来西亚，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一样会有不同的宗教的人来上课，有回教的，有天主教、基督教的都有。那他们来上课之后，
他们会发现，当然最初他们也会顾虑，我们这个是不是宗教色彩啊？但当他们接触之后，他们就会发现，这些课程真的没有那些宗教的藩篱，没有那些界限，所以他们能够，一样，不是说我们要去改变你的宗教信仰，不用去改变别人的宗教信仰，而是帮助他能够更好的理解他原来信仰的教理教义。哦，所以我们大家要有这样的认知啊、哦，所以包括又回教的来学习啊、他们在有人跟我反映了哈，应该正确称呼是叫做伊斯兰穆斯林啊、哦，他们有称穆斯林或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比较国际的称呼了，哎，他们来学习之后，就更能够体会他们原来的教理教义，而且，很多他体会到的，真的最深的那一部分，他在《道德经》里面可以找到。